随便坐，动手，你看就在这儿吧。你们看，他走不直啊。你看我怎么走的，是不是直着走的？哦。哎，你这我们用四个方向。你看，他是这么搂着我这么坐的，他这地方出来一股力，你坐你是在这个力上，我根本是没有可能从这儿一直走到这儿这一条线。你一坐你是，我这个力他走不直。现在你再走，你看看我这个手哈，看坐实了。 他的动作看到了吧？从这儿到这儿，你坐，你们看到他有个动作吧？再坐，我想打断他是不行的。我两个，你看正好是一起的，啊，发出来，看到了吧？嗯，坐，没关系，坐。你看，一下就顺着他的路，你看他一碰，顺着这个路他就下去了。 偏过没有？这就完了，这就完了。包括这样，你看我坐你身啊，你看，偏过没有？一点儿就没偏。他要偏一点就没了，你看啊，偏了这一点儿，嗯哼，没有了。整个把这一块儿吸过来，在任何时候。 现在再慢一点，你碰碰我。哎，好好，你还碰吧。你看，就在这个时候，我一定要走到这儿，看走到了吧？是到了。然后用这儿一定走这个直，看这一条直线看到了吧？指着这儿，这一条直线走到这儿，我第一，哎，感到了吧？感到了。感到轴了吧？立刻用它打。你现在能看出来了吧？我给你们讲的是非常直接的。 你们别再问说怎么，就是你一定在一动不动。你看啊，我给你加上个参照物，你把手往这一扶，哎，你不用，哎哎，好，不要加力哈，就是个墙。你试一试，试试我的力，是不是正到这儿了？到了吧？不能再跑了，就这个力，你把这个手这么一扶，哎，好，不要动啊。现在你看，它是不是这个力没到那儿去啊？这儿到了，然后这个地方要往上打，看是不是到了？到了，到了。